太后，陛下，绝不能纵容死囚。您可别忘了，飞凤将军还在刘松仁的手里呢。难道您不想为他报仇雪恨吗？我还没死呢，不用你报仇雪恨。霍玄。 哟，这都怎么了？都跟见了鬼似的。我长得那么恐怖吗？跟你说了不能这样，伤势太重了，可能是面色惨白了点吧。霍玄拜见陛下。拜见陛下。回来了。陛下，什么都别问，先给我把椅子，让我喘口气吧。来人。 赐座。哎，看着我干嘛？继续说。霍将军，恭喜你平安回来。你眼前的就是刘宋的细作，任由你处置。 这是摄政王妃跟刘宋将领司马军的来往密函，要求他用飞凤将军为质，攻破霍家军防线，夺取大魏边境重镇。司马军阴险，用无辜百姓为诱饵，挟持了飞凤将军。要不是他机智聪明，怎么可能从千军万马中逃出来呢？这一切的罪魁祸首，就是你精心爱护的摄政王妃啊！ 摄政王，事实俱在，你还要为这个细作狡辩吗？啊！再这样拖延下去，你怎么能对得起无辜枉死的大魏百姓？你怎么能对得起为大魏尽忠的飞凤将军呢？请陛下下旨，处死刘宋公主，慰藉无辜亡魂。请陛下下旨，赐死刘宋公主。 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明知道我肚子痛，就别让我笑了吗？霍将军，你到底在笑什么？我当然笑你们蠢啊！飞凤将军，朕相信对于这封信，你有自己的看法，对吗？陛下英明，霍玄认为这封信并非刘宋公主所写。哦。 飞凤将军，你说的这么笃定，莫非你有证据？诸位好好想一想，刘宋公主入位多久？半年？几个月？又怎能写得一手流利的鲜卑文？倒像是在大魏生活了很多年。这若是他人所书呢？我以为你蠢，没想到不仅仅是蠢，简直连猪都不如。你。 司马军是刘宋将领，公主也是刘宋人，两个汉人写字还用鲜卑文，你以为他们脑子跟你一样进水了吗？唯一的可能，这封信并非写给司马军，而是写给我看的，因为我压根儿不懂汉字，极有可能不知道这封信上的价值。如果不用鲜卑文书写，媚眼也就抛给瞎子看了。这么说，他们故意放你走？是。 不过他们也花了好大一番心思，才打消了我的疑心，让我跑得非常真实。可领军的将领的确是司马军，这是没错的。康王，你忘了自己刚才说过的话吗？你刚刚怀疑摄政王通敌叛变，我没听错吧？既然一朝摄政王都可以为了自己而出卖朝廷利益，又何况区区一个将军呢？司马军为了争权夺势。 故意挑拨魏宋的关系，挑起战争，从中获得利益。
这并非不能理解。不错，不光这封信是假的，就连从一开始的奉佛典礼，他们就抓准时机想把一切罪嫁祸给楚玉，这样一来就能置他于死地。他们不但要王妃死，还要他死在我的指证之下，让刘宋与我结成死敌。当然最好连摄政王都一并对我产生怀疑，他们才能获得最大利益。这么说来，摄政王妃的确是被冤枉的。我可没这么说。将军，你到底站哪边的呀？我做事从来不站边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是非曲折总是当事人才最清楚。我可以证明这封信是故意诬陷，至于其他的事情我没有亲眼瞧见，那可就不好说了。听见了吗，摄政王？飞凤将军说这封信是假的，但是摄政王妃杀大祭师众目睽睽，无可辩解。我有证据可以证明我没有杀人。陛下可以让我下去吗？准。公主，清远，动手。你干什么？陛下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证据。一个手掌印又能说明什么？陛下，当夜他杀死大祭师的时候想试图嫁祸给我，我为了日后可以有翻盘的机会，故意装作不甘心的样子，用尽全力在他胸口上打了一掌。事后果然他为了掩饰杀人，故意装作没有去过现场的样子。那敢问，如果那日他不在现场，我如何给他胸口印上巴掌印？你们可别忘了，从始至终我没有机会接触李冠，除非杀人那天他就在现场。你来人，给我拿下。陛下，陛下，微臣是冤枉的，他撒谎。陛下，他陷害我，微臣是冤枉的。打入廷尉，严刑审问，一定要问出幕后真凶。宋公主命是真的，竟然被飞凤将军给救了。啊，不是说她是刘宋的细作吗？怎么把人给放了？这些达官贵人的事天晓，纵虎归山呢。要我看，这宋女来大魏本身她就没安什么好心，如今又留下这么个祸害，将来还不知道要闯下多少祸事呢。哎，谁干的？谁啊？谁啊？师叔，我有话要问你。下去吧。是。一回来就怒气冲冲的，又怎么了？刘楚玉为何做了和亲公主，去了大魏？原来是这件事啊。这是大宋皇上的主意，和天机阁无关。你还在瞒我？若不是萧道成在皇上面前进言，怎么可能有这场和亲？人选更不可能是刘楚玉。她是大宋公主，为自己的百姓牺牲利益有什么不行吗？天如镜，你一向懂得分辨形势，现在为一件小事质问自己的师叔。你师父就是这样教导你的吗？荣止是天定贪狼星，注定给天下带来灾祸，应立即杀了他。你去为他送去七煞，蓄意挑起战争，若不是师父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岂能容你？师叔，这次我不会让你得逞，我必须要带他回来。站住！他现在是摄政王妃，
你贸然行动的话，肯定会毁坏宋魏的和平。你师父一生为百姓的安定呕心沥血，你忍心看着你师父的心血都付之东流吗？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如果你能带回刘楚玉，我便放弃计划。如果他不愿意跟你走，一切要按计划执行。谁也不见。你不想见我，就听我说吧。那日刑场上你说的话，我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就是应该好好安慰他，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？我从未见过如此任性的人。哎，说什么呢？你觉得我待你不好，皇上、太后、百官都想让你死，所以很受伤，很委屈，是不是？明明可以证明自己不是杀死大祭师的凶手，却还一直沉默，你分明就是在跟我斗气，因为你知道，真相迟早会水落石出，你就是想让我悔恨、痛苦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不是在跟我斗气，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，你就该把自己关在房里，好好反省。你这混账！不公平，一点都不公平。我是受害者，还跑过来教训我。当时那场景我能说什么呀？我说什么能解决宋军压境的局面？说什么我因为赌气？混账，天底下最坏的混账。行了，你别生气了，人都走了，你骂他也听不见。消消气，消消气啊。清月，我们出去。啊，去哪儿？反正比留下反省强。啊！霍玄呢？实话实说吧。将军说他心情不好，不见外人。这都怎么了？一个两个怎么都这样？脾气也会传染吗？我好心来看他，他就这样打发我。殿下，要不你再等等。不了，我本来想替他写折子解释荆州的事情，他既然不愿意见我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殿下，你就这样走了？对了，让他把折子赶紧写好，如果皇上明天问起来，我可没办法。那可未必。兵不厌诈是你教我的，况且你每次都耍诈，我不能次次都上当吧。是皇上的藏酒。美酒送给你，告罪的折子你可要包了。你还是那么怕写折子？我最讨厌这种虚情假意的东西了，两三句话就可以讲得清楚，长篇大论写那么多太浪费时间了。赵齐谁杀的？
你不怀疑我？看在我的份上，即便他再刁难你，你也不可能杀了他。天机阁。什么？天机阁联合了叛军势力，还有刘宋边境的反卫将领。那康王呢？他扮演什么角色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我猜，大祭师为天机阁所控。康王想渔翁得利，指使李官杀死了他，借以陷害楚瑜。对方千方百计要挑拨你和楚瑜的关系，挑起魏宋的纷争，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打仗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输赢，走一步看一步呗，横竖天塌不下来。你呀、啊，殿下。王妃不顾护卫阻拦，偷偷出府去了。霍玄，这些天别出去，安安心心写折子，防止朝廷上有人借机发作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府上出了点事情，我急着赶回去，好好养伤。殿下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将军的。看来他娶了一个不省心的娘子。走吧，咱们也出去逛逛。伤还没好就出去啊？公主，我去看看。啊，毛毛躁躁的。这位女郎，我的鞋掉下去了，能否帮我捡一下？好。爹，我老胳膊老腿，能否麻烦这位女郎帮我穿上？哎呦，这个女郎好奇怪，一不想帮人穿鞋，也没有必要打人家呀、哎。你这女郎怎么能这样呢？你怎么能打老人家呢？就是啊，人家这么大年纪，哪经得住你一拳啊？真不应该，真是世风日下，不知廉耻。哪个老人家脚那么软？你倒是找一个给我看看。这，你这人真有意思。朱月看见了吗？老人家不老，还是个二八女郎呢。哎，看错了，看错了，走走走走走。霍将军，此举何意？我请你喝酒，敢去吗？为何不敢？走吧。公主，我刚才看见，公主你要去哪儿？霍将军，谢谢你仗义相救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我不是救你，而是就事论事。不管怎么样呢，你帮了我，楚瑜非常感激，若有来日定当回报。刘楚瑜，你和我想的不太一样。那将军想我应该什么样呢？或是柔弱美丽的昭君，或是永续之才的谢道韫，又或者什么性格刚毅、杀人如麻的吕雉。这些都是传奇人物，楚瑜万万不敢比。不过呢，说到吕雉，我觉得呀，大魏宫中有一位更胜吕雉的女子。哼，好，为你这句话当付一大白。笑什么？你我之间可不是可以把酒言欢的关系。什么意思啊？将军，你喝多了。我才喝了几杯就喝多了，你未免管得太宽。
霍将军话没说完吧？在我看来，你可不是把话说一半的人啊。你想知道？嗯，那你就回去问荣止吧。将军和摄政王相交莫逆，何止莫逆？我们是生死之交，请。殿下，王妃正在和霍将军在楼上喝酒，真是乱来。敢问霍将军，一个女子为何要上战场？他们在哪个房间？殿下，王妃在这儿。走。哎，将军，公主，哎，人呢？不在。谁啊？啊！哎呀，你别追了，反正你也追不上。顾将军飞得好快。这是我的答案。啊！今夜你所看到的一切，都是我倾尽全力守候的。为了让它一直存在下去，不管是上战场还是变成杀神，我都会坚持到底。霍将军，如果你是个男人的话，我一定嫁给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光有女人的温柔细腻，还有男人的冷酷霸气，我很欣赏。你这人真是有趣的出乎意料，我也很欣赏你。来，敬你。我希望这份和平可以一直保持到永久。干杯！干杯！能吃啊！客官，这是你点牛肉。牛肉？我没点啊。我的。瞧你这模样，哪像个女儿家？女儿家怎么样？当然是温温柔柔、规规矩矩的了。那是你们男人喜欢的女儿家。我呢，是真实的女儿家，自然是不一样的。哎，你还振振有词了？难道没人教过你什么才是女儿家该有的模样？哼，我呢，生来是个女孩，被父母丢弃在荒山野岭，母鹿以乳汁养育了我，她就是我的母亲。怎么？我还要怪他不会说话呀？你，我不是男人，也不是女人，我就是我而已。陈府的规矩呢，我才不想学呢，那是为了讨男人喜欢而设的。我就跟着公主。怎么，你打算一辈子不嫁人啊？嗯，公主对我好，我就一辈子跟着她。哼哼。嗯。哎，等等！霍将军，我要嫁给你。好，我娶你，娶你啊！
我明天就娶你。啊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我爷爷，公主，将军，那将军，我姐姐，快把你家公主拉开，她小酒疯了，她亲我，你，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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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也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将军，奏章还没写完呢。对啊，我还会回去挑灯夜战呢。公事为重。不行，关将军，你不是要娶我吗？我改日再找你喝酒，改日再找你喝酒。哎呀，公主，改日我再请你喝酒。公主，你非让我娶她，你还没娶我呢。楚玉，娶我。楚玉，我想，谁？殿下。楚玉，怎么喝这么多？容止，你怎么来了？殿下，我要不扶公主先回去吧。不了，我送她回去。啊，可是她……你先回去准备醒酒汤。难道你要看她明天早上头疼欲裂吗？啊！清月，清月，你干嘛过来啊？你不是希望我死在刑场上吗？你那么讨厌我，你为什么还要过来追我？楚玉，我不是不想解释，是因为我说的话没有一个人愿意听，在他们眼里，我是宋人，是细作，我就算解释100遍、10000遍，也没有人会愿意相信我的。我，你没有体会过被人冤枉的感受，你怎么可能会知道我内心有多煎熬？我相信，楚玉，我一直都相信你。可是你跟他们一样疏远我，讨厌我了。容止，我不想哭。我也不想为你难受，那样太掉价了。可是我忍不住，我也很委屈，我控制不住会心酸，会难受。我每天晚上都在想家，我也想回答宋。而最最最可笑的是，我竟然会舍不得你。都怪你，你把我变成了一个可笑的俗人。这哪是我呀，我刘楚玉从来不会为任何男人掉眼泪的。楚玉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保护好你。都怪你，都怪你，都怪你。殿下刚出去，这些活还是奴来做吧。这种活，从前我为了有口饭吃，要在高空上跳舞，还要省出时间为人洗衣裳，10根手指头都生出冻疮。现在只是简单收拾下桌子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可是，洛娘子啊。洛娘子，你怎么了？哎，这不是洛娘子你吗？奴就说康王殿下长情，瞧这幅小像的笔法，一定是他亲自画的。要说这偌大的平城啊，但凡王孙贵胄，哪个不是三妻四妾啊？纵然是不爱美色的摄政王，也有个宠爱的马侧妃呢。唯独咱们康王府，从头到尾只有洛娘子一个女主人。
大臣们送来的美人，皇宫里赐下的舞姬，都叫殿下找借口送出去了。可见乐娘子福气好，真是羡煞旁人。就数你会数，吧嗒吧嗒说个不停。快帮我收拾好，殿下就要回来了。奴遵命。新来了一批云锦，殿下说明日裁缝便来量体，给乐娘子添置新衣。乐娘子，要不要奴先取来，给你先挑选一下？乐娘子，乐娘子，你怎么了？你刚才见的那幅小像，那个女人在做什么？你说，她在做什么？在骑马呀。还有，她当时眯起一只眼睛，好像在射箭。乐娘子，滚！全都给我滚！乐娘子，乐娘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康王殿下找我有事吗？霍将军，我专门找了一个大夫给你看看你的伤势，快给霍将军看看。是。等等，康王殿下这是何意？我是担心你的伤势。皇上体恤，早就派了宫中太医来诊过，殿下多此一举是在怀疑太医的医术吗？术业有专攻，霍将军，你毕竟是个女子，患处又在腹部，很容易留下后患，这位大夫很擅长的便是调理，你让他看看吧，只有好处，不会有坏处。不必了，殿下先是布局设计，现在又送医上门，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霍玄，我为了争权夺利不择手段，但我不会伤害到你。多谢康王殿下的好意，只可惜霍玄福薄，只怕消受不起。王泽，康王殿下，请吧。好，如果我今天的行为让你很不开心，那我立马就离开这里。不过你让这位大夫留在这里吧，你不会是希望因为跟我一时怄气自己身上留下祸患吧？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将军，我看康王殿下对你也是一片真心，你又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？况且他请的这个大夫可是个有名的名医，对你的伤口总归是没坏处的呀。跟了我这么久还不长脑子？你怎么又打我？我既然已经认定了摄政王，就绝对不会再给别人希望。康王再好，不是我喜欢的那个就没有任何意义。你这才叫死心眼呢。你还说？不说了还不行吗？不过他今天似乎心情很好。心情好又怎么了？只要康王心情好，就是摄政王倒霉的时候。头好疼啊。昨夜王妃睡着了，怎么也叫不醒，那醒酒汤愣是一口都没喝，这早晨起来头能不疼吗？昨夜王妃还记得昨夜都干了些什么吗？不记得。昨夜清月，啊，你来说。公主昨夜跟霍将军喝酒去了。这我知道。我还没说完，你别说话。然后呢？霍将军就带着你，嗖的一下就飞出窗外，
然后呢？然后就对了。然后，然后霍将军就喝你喝多了，你就抱着霍将军，你就亲了。哎呀，不会吧？真的。啊，对了，昨天殿下回来的时候脸色都铁青，他没揍你吧？我看。好了，别闹了。王妃昨夜真的不应该喝那么多酒，对霍将军实在是太失礼了。哎呀，我知道错了。哎呀，我还忘了一件事儿。看我，我这个好玩。快来啊，我给你们带礼物了。快来。黄兴，初一你来了，你在干什么？那你的，我们总不能一直靠乞讨吧，也要自食其力嘛。最近我找了一个戏班子，在学习舞蹈呢。阿紫是最厉害的，她是最晚进去的，但是已经能上台表演了。因为阿紫最努力，连半夜都在练习呢。你们懂什么？他们收下阿紫，那是因为阿紫是最漂亮的。没错，很多人从城外赶来，就为了看阿紫一面呢。好啦好啦，就你们知道的多是不是？还不快去玩？好，好。哎，你们演什么？踏瑶娘。不过最近好像百姓也看烦了，戏班子也不怎么赚钱，估计很快又要发不出工钱了吧。到时候还要再另谋新活。哎，你有没有听过陌上桑？陌上桑？殿下，王妃每日都要往外跑，要不要卑职？暂时先不用管。我让你办的事情，你办的怎么样了？办好了。事情重大，先去看看。殿下，我一个人去就好了，你不用跟着了。是。荣植，每一次都是因为你造成大宋的不幸，我改变不了命运。但是，如果大魏摄政王死了呢？什么戏呀、啊？怎么从来没听过？是刘宋演的，叫《陌上桑》，太守调戏女郎，很是好看。你看，那个被调戏的女郎长得多美啊！是是是，来来来。
如何才能看不厌？